那个鸭肉减脂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，其实鸭肉是听说皮厚然后油多、你可以把皮撕掉嘛，对吧？那不好吃了呀。不撕到皮的话也会很好吃，因为鸭肉本身脂肪含量就会比鸡肉要高很多，而且鸭子这种动物啊它很娇气。鸭子没意见。 你给点药、嗯不行死给你看，你给它吃的不好死给你看，你不让它玩水死给你看。鸭子在生长的过程中生长周期比鸡要长很多，所以它其实比鸡肉的话呢会更健康。而且你这鸭油绝大多数60%以上的是不饱和脂肪酸，所以它是比较适合减重的人来吃的。爱动爱发脾气娇气，然后呢不饱和，听起来像女朋友的样子。所以减脂期是可以吃去皮的鸭肉、可以吃去皮的鸭肉，然后控制量一天建议、如果以鸭肉作为的话、一般我会给到200克。好的，谢谢。抖音。